四月二十五号，网上流出一张微信截图，截图上写道：“小区志愿者三片区负责人孟庆功同志，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一时许，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哎，这位孟庆功志愿者呢，其实他的身份不简单啊！这个网上邻居们也都还在传说哦，这是。 呃、啊，搞什么航天设计的？其实，志愿者孟庆功生前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型号副总设计师。啊，网上公开信息表示，孟庆功同时也是中国商飞复合材料中心的副主任。在做志愿者期间，因病不幸离世。啊，所以这个孟庆功从三月底开始就在自己。 所住的小区做志愿者，四月二十二四日晚间呢，突发心梗，啊，曾经电话幺二零，但是一直排不上救护车，最终在妻子送开车送去医院的途中逝世。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啊扼腕的事情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幺二零啊叫不到啊，真的，如果突发心梗，突发心源性的疾病。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啊、呃、中国啊、呃、商飞一个重要的型号 C R 九二九大飞机项目的啊、呃、这个领军人身上啊、呃，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啊。